大家好啊，歡迎又嚟到子欣塔羅解惑。咁今日咧，我哋陣容鼎盛，咁就有兩位嘉賓同埋子欣嘅。咁今次咧，我哋請嚟嘅咧就係錢秀蓮博士啦，同埋咧係劉宇斌老師個噃。咁佢哋兩位咧，到底咧今日會同我哋帶嚟啲乜嘢嘢咧？今日咧原來咧就同藝術有關嘅。咁咧我先嚟介紹一下咧我身邊嘅錢秀蓮博士先啦。咁錢秀蓮博士咧，佢係一位舞蹈專家嚟嘅。咁佢就由70年代開始咧，係已經致力咧喺舞蹈嘅表演。方面，除了舞蹈之外，表演之外咧，仲有係編導啦，同埋統籌過咧近100多場嘅舞蹈作品嘅噃。咁咧，佢除咗咧係喺北京啦，有收集呢一個中國舞之外咧，亦都有去到美國咧，係收集呢個現代舞嘅。咁所以咧，佢所創作嘅舞蹈表演咧，都係咧糅合咗中西兩個方面，係以具創意為一個重點嘅。咁當然咧，錢秀蓮博士咧係佢嘅作品咧係世界各地咧都有係演出過啦，之餘咧亦都咧係得獎無數嘅。咁其中咧係有1989年嘅時候咧，錢博士咧係榮獲香港藝術家聯盟之舞蹈家年獎嘅，之後咧分別係獲得美國傳記學會頒授嘅當代傑出人士同埋終身成就獎嘅，咁另外咧仲有英國劍橋國際傳奇中心嘅20世紀成就獎個噃。咁錢博士咧，其實佢咧係畢業喺美國大學嘅工商管理學系嘅博士學位個噃。咁並且咧係喺中國嘅珠海國際太極拳交流大會啦、武當山第四屆傳統武術錦標賽咧，同埋香港嘅第三屆國際太極邀請賽嗰度咧，係榮獲咗金獎嘅。咁今次咧，錢博士咧要同我哋上到嚟咧，就係帶咗咧佢咧帶住嘅兩個團體啦，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錢秀蓮嘅舞蹈團咧，係到咗30周年啦。咁所以咧有一個咧係別出心裁啦，當然係嗬30年嘅一個作品啦，同我哋介紹嘅。咁而咧身邊嘅劉宇斌博士、劉宇斌老師啦，係啦，咁佢咧就係呢一個中國嘅武術太極嘅青城派嘅掌門人嚟嘅噃。咁點解劉老師今日會喺呢一度咧？咁一陣間咧，我哋就會知道噶啦。咁我哋先咧，首先咧，好多謝咧錢博士啦，又再上到嚟啦。嗱，如果咧係子欣塔羅解嘅呢個 fans 啦嚇，觀眾咧長期有睇嘅咧，應該會記得，咦？哦，係喎，我記得呢一位嘅藝術家咁樣啦。咁啊錢博士，今次咧就係啦，同上次好唔同喎。上次咧就係善事啦。幫助呢、做一個善事嘅表演演出啦嚇，都好用心去做啦，我知道你哋，但今次咧更加唔同喎，係咪啊？你哋嘅30周年喎，係啦，咁今次呢一場嘅演出嚇，其中咧子欣覺得好特別嘅咧，就係話咧，你淨係演出一場啫喎，係咪啊？呢個叫做好啦，我哋見到啊前面舞極嘅，係啦，點解花咁多心機去只係演出一場咧舞極？貴精不貴多嘛？貴精不貴多，果然係好特別啊！係啦，咁啊舞極呢個舞咧，唔係舞蹈個舞喎，係武術個舞喎。好，咁首先或者話俾我哋聽啦，係啦，點解會揀舞極作為咧30周年嘅一個代表你哋劇團或者代表你自己係咪咧？其實咧呢一個舞團咧，佢表達嘅好多都係當代中國嘅文化嘅。早期我哋嘅作品咧，即係有書法，譬如《自戀狂》啦，係有係關於民間文仲冇同畫結合嘅《律動舞神州》，或者係盤宰同日本嘅風格相合嘅《草月流》，以及咧就係挑數嘅《敦煌》。咁但係呢個係早期嘅作品，但係後期咧，我哋舞團係用咗10年嘅時間咧，係創作咗8台嘅晚會，而呢8台嘅晚會咧，重點咧係介紹武術太極嘅。咁呢個武術太極，因為佢係咁多年嘅精髓，咁因此我哋覺得，如果係紀念30周年咧，我哋應該梗係好嘅介紹俾觀眾。咁所以我哋就將武術太極嘅系列，將8台12個鐘頭嘅作品咧濃縮成1.5個鐘頭。咁希望喺呢台晚會裏邊咧，就係啲觀眾能夠係好短時間就攞到中國文化嘅精髓喎。因為我哋呢台晚會有太極啦、
武術啦，另外係有介紹中國文化嘅《黃帝內經》啦，係啦，又有術數嘅《易經》八卦啦，係啦，又有講中國文化嘅精氣神啦，即係呢一個好代表性嘅。而最後咧，我哋更介紹咧，係令到你點樣同大自然係睇到大自然又點樣去修身養性咧嘅上善若水，係取自《道德經》。道德經啊，哲學都有啊。嗱，咁我聽落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啲咩感覺啦。咁啊，子欣自己就會覺得話嚇，用武道嚟表達呢一啲《黃帝內經》啊，用武道嚟表達《易經》啊咁樣。咁好似到底點樣去到表達咧嚇？嗱，我嘅諗裏邊就會覺得咧，其實好似好似咁嘅，全部都係一啲咧，哲理嘅嘢。將佢點樣將佢喺用舞蹈嚟到表達？其實嗰個過程裏邊咧，你自己會唔會哇？係啊，我創作呢樣嘢都得著咗好多啦！呢啲真係精髓，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其實真係得著好多嘅。譬如最初當我探索嘅時候咧，純粹係希望用八年嘅時間咧，將中國嘅文化精髓係嚟表達，就選咗呢一個係代有。代表呢一個中國文化符號嘅武術同埋太極，因為如果你觀察喺咧就係海外啊同埋國際性咧，你如果講到太極啊，咁係好代表中國文化，咁於是我就揀咗呢一樣嘢。但初期我以為哦太極啫，只係個拳術嚟嘅啫喎，或者武術啊，只係啊一啲即係比較功夫啫喎。但係慢慢一路一年一年咁探索咧，咁我感覺原來咧係包含咗成個嘅一個中華民族裏邊嘅文化嘅精髓，幾千年咧佢係包括咗好多宇宙觀，人係點樣同大自然糅合，以及你點樣咧係令到自己嘅生活更加多智慧。都是取自呢個中國文化，咁我覺得自己好得著嘅。尤其咧好得著嘅，譬如遇到唔同嘅高人啦，譬如我身邊嘅劉宇斌道長、清城派掌門人，其實呢啲都係喺我哋自己舞蹈，譬如我以前係芭蕾舞啊或者中國舞出身嘅咧，就好少會碰到呢啲咁樣嘅高人嘅。但係通過呢一個嘅實踐同埋體驗以及咧探索咧，我覺得我嘅視域啊。視域係開咗好多，同埋更加感覺到咧係豐富咗我的人生嘅。咁所以咧，大家觀眾咧亦都知道啦。啊，咁點解咧？我哋會有啊劉老師啦，係啦，今日坐喺度咧。哦，原來咧就因為咧呢個舞蹈裏邊咧係包含咗咧呢個武術嘅太極嘅。咁我哋又唔好冷落啊劉老師啦，問下劉老師咧就係、是、劉老師你好，今天呢很感謝你過來香港啊，远道过来了，除了表演以外，今天就是跟我们观众朋友了，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下，就是这一次你的那个武术哦，太极，跟这一次钱博士的武道跟武术哦，两个东西，就是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里面哦，会不会遇到什么呢？困难还是没有？我是非常享受哦，因为对我们门外汉来说，就是两个东西是怎样可以把它联系起来啦？点样连结起嚟咧？啊，武术同埋即系武术，佢本来唔系一个艺术跳舞嘅人哦，点样样可以将呢两样嘢喺佢嘅创作过程里边系啦，连结起上嚟系啦，咁佢又有啲咩得着咧？你在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有什么得到了什么自己？其实这个武术和舞蹈啊，它最早是相通的。在我们比如说古代的时候，两军要打仗的时候，大家都还是不想先打仗嘛，就表演武术类的舞蹈去震慑对手，就是让对手害怕。哦，原來係咁嘅。咁啊，劉老師咧就話咧，原來好似咧，即係以前咧，兩個國家打仗之前咧，為咗唔去打仗咧，可能咧就先以咧係武術嘛，不是武道，是武術的武道嘛。武術的武，第二個武是舞蹈的舞。哦，就叫武術。所以他們，就是已經連結在一起，所以就用咧，即係其實好似咧，而家嗰啲咧，hip hop 都係咁樣喎，係咪啊？即係佢哋唔會走出嚟咧，大家。
對峙嘅，用武道嚟對峙嘅。原來咧啊，即係我孤陋寡聞啦。原來咧以前咧就係咧都係咁樣喎。兩個國家為咗唔去打仗啦，大家點樣傾咧？就好似而家啲 hip hop 咁啦，就會行出嚟咧，大家以武道嚟到對峙對峙。但係當然佢有一種攻防啊，同埋有一種威嚇嘅。嘅感覺嘅，另外有啲如果你打勝咗仗咧，你都係好開心咁樣，即係表示自己啊好揚威啊，都係用呢個舞蹈可以表達嘅。不過佢就叫舞舞，即係武術，好威，好有威風嘅一種感覺啊嘅舞蹈。所以一直以來就是武道跟武術根本就是相通的，相通就是在一起運用的。其實對，但是他後來呢就分开了，就是比如说武术就变成了武术，舞蹈就变成了舞蹈，但是因为他们两个有相通的地方嘛，所以说要融合到一起，它还是有基础的，还是有基础，因为它基本是身体嘛，身體的動動的東西的，只不過呢武術就是他比可能有一個對手他要攻防，但武道來說是用身體來表達一些語言，譬如剛才他所說的是武武，就是表示很威風的表達，我用身體來表達，所以是兩者是相同，因為大家都是用身體來表達一些東西。是，那這個很有趣的一點對於我來說覺得啦，是啦，那就是可能武道就是藝術上面來說呢，就會更加是那個身體的連結裏面怎樣是有一個柔和的表達，而武功的武的時候呢，可能是一種攻守了比較是吧，那樣今次呢我知道呢錢博士呢你又有一些的理念在裏面，還有你會用呢太極呢表達呢即理念有很多啦，不過其中一個呢部分呢就是說用太極來表達智慧、能量和健康，那今次呢能量健康呢可能對於我來說可能比較容易理解，我們大家的 New Age 可能都比較容易理解，但對於智慧的話呢其實怎樣去表達呢？劉老師就這個就要問一下 劉老師我們知道這一次呢就是錢博士給你的一個功課，就是怎樣用太極來表達智慧。對哦，这个就真的，我真的抽象，想象不到你这创造过程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结果你是怎样去表达智慧这个东西？怎样表达智慧呢？用太极的舞蹈。最早呢是让我表达的水和气，就前两次，水和气呢就相对容易表达一些。现在这个智慧呢就要相对难一些，但是毕竟呢我们又走过了10年了，肯定还是有点智慧的，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怎样表达出来，因为它是要变成一个视觉的，首先呢就是刚才刘老师就说了他之前呢表演过的呢就是气和水的，我们都知道呢之前是在钱博士的作品里面，那气和水他自己都说比较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我们都可以理解比较容易表达，智慧呢因为都经过了10年了，有他说就是应该增长了，真的增长了一些智慧的，那达智恩就说了但我还是看不到，因为你视觉表演来的嘛，或者我补充一下为什么他早期是表演这个是气和水，因为其实我是由他身体那里是感觉到他的，尤其原来他背景他原来他清城派的太极拳叫水拳，另外他四周的环境都光源都是水，他身体的动感是很有气感和水感，所以變咗係當我哋武極錄嘅時候，邀請佢做嘉賓咧，就係表達呢個拳或者動律裏邊嘅氣同埋水。因為佢個特點咧，就係當佢喐嘅時候咧，你唔知道跟住下一步係點喐嘅，你係好難預測到佢另一個動作。咁呢個係個特點啦。咁但係經過咗咁多年咧，喺我嚟講咧，經過10年，由一個以為哦太極啊係啲老人家喺公園度玩嘅嘢嚟嘅啫喎，淨係個拳啊，到慢慢經過10年之後。我發覺原來佢係有包括哲學啦、醫學啦，對你嘅健康啊，另外咧係包括咧係對你人生嘅態度啊。咁因此我總括嚟講，今次俾觀眾嘅一個禮物咧，就係話你唔好認為咧太極淨係喺
公園裏面朝頭早喐嘅老人家嘅玩意喎，原來佢係包含著宇宙觀，同埋包含咧令到你嘅自己咧就係能夠產生點樣係有健康咧，點樣獲得快樂咧，另外點樣咧就可以有智慧嘅人生嘅一個選擇嚟嘅。咁所以咧，阿劉老師佢會係將佢啊嘅成長係喺個舞台度呈現，但係我哋咧又會用視覺藝術嚟幫啲觀眾咧係能夠了解呢一個嘅畫面嘅。譬如，我哋覺得好似眼燈咁，燈咁表示咧佢啊誒揾到一啲嘅靈巧或者係解決問題嘅一種感覺啦。咁可能佢跟我哋用嗰啲視覺藝術，即係譬如個 visual 裏邊咧，就係可能喺個天度燈，當佢隻手向上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係一個亮光啊。咁慢慢咧，佢如果係更加獲得智慧嘅時候咧，變咗個台咧就多啲燈。咁用嗰個 visual art 嗰個視覺藝術嚟幫到佢咧，係演繹呢一個嘅內容係俾觀眾。當然咧，你都可以問下佢身體嘅表達啦。咁即係話咧，我而家聽錢博士講咧，就係比較真係而家多媒體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表達啦。咁劉老師，劉老師也可以讓我們知道，就是剛剛錢博士其實有跟我們說，在他那邊是怎樣幫助你去表達智慧那個事情。那當然對你自己來說呢，也讓我們知道一下身體方面，或是對你覺得怎樣表達的。因為原來呢，比如說我們講水和氣呢，它就還更多的接近青城太極、青城派的武術。那麼現在我們做的這個太極智慧呢？实际上就是突破了这个太极的门派，武术的门派。我们是认为只要是能够让你的身体和内心得到平衡，你能够和周边的人和人类和社会和自然能够和谐相处，能够互助共生的，那都算太极。那么给这个只要是这个方法都算太极，就不一定是我的青城太极，也不一定是城市太极，它也可能是个少林拳，也可能是一个五大宗教里面的一个内容，它都是有可能的，也可能是医学里面的一个内容。那么只要是跟这个方法有关的理论，那都算太极智慧。所以这次会比以前有更大的突破。所以呢，我的总结就是呢，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大家真的要去看看了，因为我听了我都OK 咁我相信呢都真係剛才錢博士讲嗰个呢，反而我係即係可以睇到嗰个情景係點樣啦，但佢身体嘅动态點去表达呢，我諗大家真係到时去欣赏一下啦。咁我哋再了解，想了解嘅呢就係啦，今次呢就係话錢博士呢就用呢一个传承同埋创新嚟到表达武極啦，係咪呀，咁就加上呢劉老师嘅呢就係传統咁樣喎，係嘛？咁其實傳統同創新點樣樣將佢哋融合喺一齊，點樣表達出嚟咧？譬如咁，好似呢台晚會裏面咧，其實係太極名家，再夾埋咧就創意舞者，然後再加埋咧現場嘅一啲嘅古琴同埋敲擊嘅演奏，而形成一個畫面咧，令到大家咧好喜愛或者引起對中國文化嘅興趣嘅。譬如佢太極名家劉老師，佢係代表係呢個智慧太極啦。我哋另外就請咗李輝，佢係代表呢個健康嘅太極，以及徐一傑咧係代表能量嘅太極。咁呢三位咧大師咧，佢哋都係好有一個傳統嘅好深厚嘅一啲功力啊，所以令到觀眾咧睇到原來傳承嘅太極嘅動感就係咁喎，咁啊令到佢哋了解到中國文化嘅深厚。咁但係創意舞者咧就多數係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生，咁佢哋咧係用舞蹈咧係再加埋呢啲學習到嘅一啲武術或者太極裏面，再演化成咧係乜嘢咧？第一，我哋創作嘅時候有幾種嘅變化。第一，時間上，譬如啲音樂嘅變化啦，空間上走位嘅變化啦，動力上嘅變化，係用呢幾樣嘢嘅組合形成咧喺個畫面視覺上咧，令到觀眾感受到個主題。
譬如舉例八卦咁，八卦咧係劉老師這個八卦之後再表達嘅一個智慧嘅一面，之前嘅一個嘅舞蹈。咁八卦咧，如果我哋喺個視覺上卦係一條條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啲古針，係放咗八個方位，令到觀眾感受到原來八卦嘅意思係代表空間，係代表嗰個數目，代表啲術數。咁其實呢啲一種係一個印象，我哋叫 image， 係令到啲觀眾了解到，哦，原來係咁嘅咁樣。譬如好像劉老師那些動感呢，它是快慢交錯的，那你會感覺到它很靈活地在舞台上呢，是個 dynamic， 即是我們叫做質感，身體的質感，它有快慢空間的質感，那其實這個呢也是觀眾呢在個視覺上或者動感上呢，是一個很好的享受來的。我看到呢錢博士，你有些文章裡面講及今次的那個表演的時候，你有說希望讓觀眾呢，即做到一個效果，就是讓觀眾有對於中國文化有一個反思，是不是？咁其實點樣我哋可以呢，如果睇電影我哋可以不理解啊，係咪啊，即睇電影或者係舞台劇啦，有一套劇咁樣就知道嗰個對白啊，咁讓我哋有反思。但係對於觀舞蹈嚟講呢，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呢？我想尤其是在上善若水那段，上善若水呢，我是第一段是覺得世界很美好的，我用七個顏色，七個顏色就代表七個善，但突然間你發覺有個舞者穿著個垃圾袋，很多垃圾這樣，它是代表污染環境，跟著就產生一個澎湃的音樂，就是海嘯，那些舞者被水浸死了。其實這個畫面是給觀眾感覺到，哦，原來我們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們要愛惜大自然，如果你是令到整個宇宙整個世界都是受污染的話，你就是會亦都是會禍及自己的，因為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呢度當觀眾睇完之後咧，又好美好嘅，跟住就最後佢哋咧係毀滅嘅時候咧，會令到觀眾有一個反思，就係話我哋要愛惜大自然咯。除了這樣之外呢，我們知道藝術創作裏面一定是有一個理念啊，或者有些 message 想帶給觀眾。那錢博士，今次呢你最想觀眾在你的作品裏面呢，除了剛才那一樣之外呢，又或者最主要的是什麼 message， 想他們拿到什麼走？我想希望能夠觀眾珍惜到自己的根。你的根是誰呢？當然我們現在接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教育比較重，那東方的教育是什麼呢？譬如西方的是尖鋭性的，是 critical thinking 啊， individual 啊，另外呢就是我一定是要有個自己獨立的自主啊，或者我未必是要跟你妥協啊，這些就是西方的一種文化，因為它是放射性型的。但東方的教育或者東方的思維呢是圓形的，圓形呢代表你 harmony 啊，你要跟人協同啊，另外你是要商討，另外你要了解怎樣是大家和諧共處呢，這個是東方的一個 thinking。 好了，西方和東方我覺得都應該要給新一代或者四周的人了解到，你是有個 choice， 你可以選，即你是可以去西方可以去東方，但你知認識是最重要的，你要識，你要知道有這件事。如果你單一只是一邊，你沒有這邊，你變成沒有思維來考慮你的 decision making， 即是說你將來是做什麼事的時候，你是怎樣解決問題，或者你怎樣面對，那我覺得在我角度是對人 thinking 的時候呢，我覺得是應該傳揚另外一種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給香港人或者給觀眾就了解一下咁樣咯。呢個就係我所感覺上覺得今次表演嘅意義啦。咁而仲有一樣嘢咧，譬如劉老師佢本身咧係本來係一個門派，但係佢而家係比較開揚啲嘅。佢係感覺到正如頭先佢所講嘅，就係話我哋嘅視域係要國際化，同埋我哋自己唔好咁 limit 喺翻自己嘅門派，但係我哋係要服務咧，係整個比較上個範圍大啲，唔好淨係一個山頭或者一家咁樣。咁所以呢一個我都係覺得好係啦，好值得向佢學習嘅。咁錢博士聽起上嚟咧，真係好有哲理同埋好深，好深入啊！即係淨係你話西方啦，西方嘅或者文化，你話 critical thinking 啊嗰啲咁樣，同埋東方嘅點樣圓融啊咁樣，咁我哋真係喺嗰個裏邊咧，你係
點樣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咧？我知道即係可能好難講，但點樣可以表達到呢一啲方面兩個方面嘅文化嘅差異喺呢個作品裏邊？反而我就唔係話係想表達文化嘅差異。係，譬如喺創作上，我係用嘅德國流派嘅喇叭 movement analyze， 就係話我哋 movement 嘅時候咧，要注重佢嘅即係 dynamic 啦，係注重佢嘅靈巧性啊，注重佢嘅質感啊，注重佢時間空間啊，或者係注重佢點樣應用。咁所以我哋創作嘅時候咧，就未必係等於中國嘅啊，好齊齊整整啊。或者是要平衡的，因為我們用的是西方的一些的表達手法，但是我們的內容是中國文化的，所以在這個晚會裡面其實是東西交流的一個作品來的，也都代表我們香港的背景，因為每個人表達的東西代表你是什麼人，你是哪裡來的，你是想表達什麼東西。而這台晚會我是想希望帶俾觀眾話，我哋嘅根，我哋嘅 root 係五千年前嘅文化，而呢啲文化冇話係有咩特別嘅你係要抗拒佢嘅，因為呢個係你嘅根，係你喺地下度成長而形成嘅你嘅自己喎。咁所以我諗唔需要 critify， 哎呀你而家係親乜親物親物，唔需要，而係你係面對住你而家嘅根嘅時候，我係 rediscover， 即係話再現咧我對以前嘅中國文化嘅一種嘅表達，不過我用演繹嘅手法，即係藝術嘅手法嚟表達。但係我係 rediscover 呢個五千年嘅文化嘅一個嘅用藝術嘅手法。咁主要係向大家介紹，我而家學得到呢啲嘢，我係 share 到自己咧，係感覺到我係非常非常之係獲益良多嘅。只不過我想將呢啲 share 係俾大家，即係話。不要那麼遲學，因為我學的時候成五十歲才學，才接觸，那你們可不可以早點學呢，或者早點接觸呢，或者你可以是年輕人，或者你十零歲接觸，那你的 life 是不是會更加是 wisdom， 即是說拿到智慧，正如好像劉老師叫 wisdom， 當你拿到這個智慧 wisdom， 你 can solve any problem， 即是你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For example， 我們說太極一個圓形有個 S 形，這個 S 的代表是什麼呢？是 wave， 即是波浪。好了，這個波浪如果你是家長，或者如果你是老師，你了解這個 wave 就是你的生命的一個是很自然的東西來的。如果你的水停在那裡死水，即是你沒有生命啦。但 if 你是個 wave， 即表示你有生命，有高有低，有高有低。當如果你是教育嗰方面啊，啲小朋友覺得，哎呀，我功課唔好喎，好唔開心喎，我要跳樓嘅時候咧，你就同佢講，你係大自然一部分，你嘅 life 就係 wave 嚟㗎，你冇可能好似死水咁樣，一定係平衡。所以你而家失敗，唔使擔心，因為你一定係會有高翻，跟住又會低翻。呢個係 nature， 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咁自然間就解決問題啦。就不會話睇唔開啦，所以其實中國文化是俾我哋感覺到，我哋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哋咧係選擇任何嘅解決問題咧，係學習大自然，特別係或者可以請教下劉老師咧，佢點樣同自然合而為一嘅一種方法。因為我哋知道太極咧，佢其實就係講緊天人合一，係嘛？咁就我相信要係睇個作品裏邊去感受啦。因為咧，仲有好重要有兩個問題咧。錢博士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我見到你嘅文字裏邊咧有提到就係話咧，喺今一次係咪特別係今一次呢個創作過程裏邊咧，你發現咗就係話健康同快樂是最應該要去，是不是說應該的一個人生的追求來的，好你說有一個總結這樣的，甚至乎是這些方面可不可以講少少給我們聽，你怎樣自己去拿到這個給自己的一個答案，人生裡面可不可以這樣說？首先當你由第一年一路去到第八第十年的時候，你感覺到中國文化太深了，即係好似你而家喺水底度，你實在唞唔到氣，因為點解咧？幾千年嘅文化，你係咪感覺到好煩同埋好複雜？唔係我哋嘅人力係可以係了解到嘅，因為你諗下以前嘅大師老子啊、孔子啊，咁啲佢哋幾深厚嗰啲文化，你點可以用一年、兩年、三年嚟了解？咁你會感覺哇！你實在是很難能夠追到古人的智慧了，因此你放下吧，你就只要考慮大道至簡，什麼東西都是好不要那麼複雜。最後我的總結就是你最緊要有健康的身體，健康的身體你就
乜嘢都可以應付啦。第二，你一定要係唔好太過執著啊，又或者睇人哋做咩，我要跟佢啊，唔需要，你只要自己快樂。當你呢兩樣有嘅時候咧，你自然間就會放下，然後咧你就會有智慧而可以解決你所有嘅問題。咁今次嘅馬會，我就想話俾大家知，雖然個名字就叫做啊喺演繹文化嘅經典，經典嚇死人㗎，多數話，但係好悶㗎感覺。係啦，你覺得經典係好難，但係不如大道至簡，你好簡單。個 life 裏邊，你係要有健康。有快樂，另外你用智慧嘅嚟解決你所有問題，嚟享受你自己嘅有一個智慧人生嘅生活嘅一個選擇。咁或者我哋再請教阿劉老師喺佢點樣嚟應付個智慧嘅生活啦。我想呢刘老师就是钱博士说呢，我们又刚刚又谈到就智慧方面嘛，就是你在太极方面哈，智慧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嘛，怎样在生活里面就是运用到太极，然后怎样把它融化。產生出智慧出來，在生活裏面呢，即太極怎樣產生個融入個生活裏面啦，用到出來啦，同埋產生個智慧呢？這個太極裡面呢，它有第一是有很多技術，這些技術它的背後都有智慧。比如說我們在推手裡面、散手裡面，它有一個借力使力，以柔克剛。就很多人他是柔克刚，没事，识听啊，大家都。他是把这个动作是做得很好，他在比赛中间也拿得了名次。但是他家里跟家里人就搞不好关系，实际上他就没有做到，在家里就没有做到以柔克刚，也没有做到借力使力。其实以柔克刚、借力使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些在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事业上，实际上都能用的。所以呢太極裏面所講的，我講不翻曬咁多個啦，天人合一啦，以柔制剛啦，我就記得呢兩個啦。咁但呢啲咧，即係佢喺打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有運用喺裏邊，而呢啲咧亦都係我哋平時生活裏邊啦，無論係工作啦，定係對家人啦、人際關係裏邊啦，以柔制剛，其實我哋塔羅裏邊都有講啊，最大嘅一個力量咧，其實就係、是。温柔的力量，不是真的大力的力量，是吧？這些就是可以運用在生活裏面的。同一條問題呢，其實都想問一下錢博士的，所以就是呢，舞蹈和是太極怎樣呢，舞蹈啊，包括是啦，對於你來說融入在生活裏面，你也都打太極啦，是吧？現在不知道你打不打，所以包括舞蹈，你怎樣將這些智慧融入在生活裏面呢？我想呢就是如果你希望自己圓滿，或者我們用個 symbol 即是這個圓，每個人都渴望自己是一個非常圓滿的人生，是不是？這個圓滿呢就是我們的追求我們人很多缺點的嘛，但就是因為有缺點，所以我們就希望圓滿。咁譬如你話啊，點樣將太極係作為你個 life？ 我覺得就係我哋向住圓滿嘅目標咧，就係前進啦。咁圓滿目標最初可能你係以自我做中心，譬如好似我哋年輕嘅時候，梗係乜嘢都以自己我中心咁啦。但係當你慢慢發覺圓滿，原來你四周有好多人嘅喎，咁變咗你個圓滿可能慢慢發大，就開始 take care 或者注意到四周，又跟住慢慢，如果你更加了解到中國文化裏面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這個就是代表是一個大一個國際觀和宇宙觀，所以我相信我希望我的 life 就是圓滿，有一個小的我變成一個大的我，最後能夠盡量是能夠廣播，令到更加多的人是拿到健康啦、快樂啦和智慧的生活的選擇。希望呢所有人呢都亦都藉住睇到今一次嘅呢一個表演啦，花咗咁多年嘅蒐集落嚟嘅一個成果嚟㗎啦，其實係可以大家喺
觀賞呢一個節目嘅裏邊咧，增長一啲嘅智慧同埋快樂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錢博士啦，同埋咧就劉老師嚟到啦。咁啊，如果喜歡我哋嘅節目咧，紫欣塔羅解咧，記得咧要 like 我哋啦，或者可以 comment 啦，或者咧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 like 我哋嘅專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好，拜拜。